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日本的搞笑艺人漫才少爷哈，请多多指教哦。今天我们会跟着大家一起体验东北 VR 游行，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这次的计划是用 VR 体验旅行的氛围的线上旅游，能够360度环视各个场景。本次要跟各位旅行的地点是宫城县的仙台。那么，让我们开始东北 VR 旅行，前往仙台。与此同时，我们到仙台了。一出高铁站，马上可以搭乘市区公车及地下铁。地下铁另有贩售周游车票，大人的话是840日币，小孩的话是420日币。接下来，我们准备前往仙台车站周边景点。早市，早市大约有70家店铺，各自贩售着时令鱼肉及新鲜蔬果。周日休市，营业时间大概是9点到晚上6点，开店时间因各店铺而异。不只是观光客，当地人也非常喜欢到那边采买每天的食材。这个就是早市的人气商品之一，可乐饼，名由斋藤小吃店 Korokia 的店家贩售。必吃美食包含马铃薯可乐饼，65块日币；炸肉排是119日币，串炸也是119日币；还有奶油蟹肉、可乐饼之类的炸物，还有使用到以上人气美食的各种可乐饼面包。接下来，我们搭乘市区公车，前往另一个仙台景点——仙台整遗迹。来仙台观光不可或缺的就是我们现在搭乘的鲁布鲁仙台市区巴士，连接各个观光景点的循环巴士路线，配合观光景点总共有15站，平日每20分钟会有一个班次，非常方便。搭乘一次是260日币，或也可以购买一日车票是630日币。到仙台城遗迹了。说起日本，武士的印象非常强烈，而武士最活跃的时代就是战国时代。有几位在历史中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就是在战国时代登场。这边想问问大家，我们现在要去的仙台城遗迹，是由日本数一数二有名的
伊达建宗所建造而成。请问伊达建宗有一个代表的标志，请问是什么呢？ A 头巾， B 三公尺的长刀， C 比一般武士长两倍的发型， D 眼罩。正确答案是 D 眼罩。这边就是现代城遗迹，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城堡本体，但还好有各式各样的资料留了下来。标高约130公尺，东面及南面都是悬崖，形成天然的堡垒。当时为了避开将军家康的注意，特地没有设置天守阁。在附近的青叶城资料展示馆，可以看见由 CG 复原的青叶城影像。其实这里有一个叫做伊达武将队的团体哦。伊达武将队是为了宣传仙台市和宫城县而组成的观光推广团队。伊达武将队会在仙台遗迹进行观光导览、武术表演、协助拍摄纪念照等迎接观光客的活动。台湾、台北、たくさんどちらにも参っておりました。そうですか。実際に足を運ばれてっていうことも皆様されるのですか。まあ今この状況ですけど。素材を送って後で。ああ、なるほど。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れで興味を持ってもらって、はい、まあ何の心配もなくなったら、はい、お越しいただけるように、皆様そういった力のおかげでいろんな方々がお越し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接下来是宫城县护国神社、宮城県護国神社。神社对日本人来说是可以获得能量的地方。跨年的时候会来参拜，感谢这一年，为新年求平安。他们也会将愿望写在会马上并装饰，也会抽御神签占卜运势。再来问问大家，日本有神社跟寺庙，大家知不知道差别在哪里呢？ A 神社和寺庙的建造年代不同。 B 神社和寺庙所使用的木材与石材不同。C 神社和寺庙的宗教不同。正确答案是 C。 神社是神道，寺庙则是源自于佛教的教义。所谓神道，就是日本从以前到现在都相信自然所有的东西都有灵魂。现在可以看到旁边是仙台城的城墙。虽然现在已经看不到城堡本体了，不过还是可以感受到城堡本来有多大。这附近飘落的红叶真的很漂亮，也是很有人气的打卡景点哦。
广宇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其实仙台市也是日本某个东西的起源地哦。请问是什么呢 ？A. 假发 ，B. 日本拉面 ，C. 日本花式滑冰。正确答案是 C。好像有日本花式滑冰超级明星的看板，我们去看看吧。这里有羽生结弦选手和荒川静香选手的看板，两位都是仙台市的滑冰选手。那么我们要离开仙台市了，往松岛出发。从仙台站搭电车20分钟就到松岛了。这里开始，我想跟大家一起享受搭船之旅。松岛这边大大小小一共有260个岛屿，所组成的风景被称为日本三景，很早之前就有绝景之称。中岛，松岛湾的中岛有4个洞，波浪的声音会造成回音，听起来就像是敲钟的声音，所以被称为中岛。还有这些洞长得很像以前的金币，所以也叫做金岛。人王岛，浮在熊岛湾的人王岛。人王岛位于松岛湾的海上，因为风景很特别，所以是松岛有名的浏览景点。船入岛，有发现神文时代的遗迹。樱田岛，耸立的岩石是其特色。这边还有一点问问大家，日本有排柱文化，被称为排柱达人的松尾芭蕉、松尾芭蕉也有去过松岛，然后因为景色太美，所以当时发生了一件事。请问松尾芭蕉发生了什么事 ？A. 断气了。B. 一句排柱都说不出来。C. 不想旅行就直接住了下来。D.把家人也一起叫来。正确答案是 B。这里的观光船从9点到下午4点，每1个小时一班，时间总共是50分钟。船票成人是1500日币，小朋友是750日币。可以买使用了松岛名产牡蛎的饭团、牛舌干来吃。还有一题。松岛湾可以钓到一种叫做海鳗的鱼，在松岛湾有一种钓海鳗的特殊方法是什么呢 ？A. 不使用真的钓法 ，B. 不使用手的钓法 ，C. 往后钓的钓法 ，D. 使用喇叭的钓法。正确答案是 A. 使用连成串珠状的饵来垂钓，让海鳗吃。
接下来我们走下是福浦桥福浦浦橋，连接松岛海岸和福浦岛的红色桥梁，也被称为邂逅之桥，是遇见缘分的观光景点。夜晚的桥上一整年都会点灯，环绕着不同于白天的奇幻气氛，展现出优雅的松岛之夜。进到前的是仙台名产牛舌跟牡蛎。仙台有各式各样牛舌的吃法，除了一般的烧烤，还有蒸、炖煮、刷刷锅、寿司，还有做成串烧，可以让你边走边吃。虽然说到牡蛎就会想到广岛，但是其实宫城也是牡蛎的知名产地，以全国第二的生产量为傲。然后这边是圆童寺。部分区域种植了玫瑰，所以也有玫瑰园，可以体验 DIY 念珠，里面还有结缘观音，以庭院漂亮的灯饰而闻名。秋天的红叶也非常漂亮，也有招待国外重要人物举办过散步会。なんとかなれる。あら。
待って、そこでみんなで行くよったっけ。ちゃんとぼやちゃん、こっち行ってもん。ほら、入らん。何でしょ、私、調べてきたから。え、面白いの？いや、面白いなって思って、こう。从这里回到夜晚的现代街道吧。现在我们来到了定长寺大街。仙台时尚的大街和东京表参道类似的地方，秋天的银杏树也很棒。五月的仙台青叶季，八月的仙台七夕季，十月的道の駅よさこい季等活动非常热闹。接下来是国分町，家里有公园，所以有天也可以来散步。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欢乐街，聚集各式各样的美食料理店，其中有一间很有名的鱼板店，阿贝卡玛波哥店的炸不二，它会炸成一口的大小，很容易吃，所以十分有人气。今天已经卖完了。我们回到仙台车站了，大家觉得怎么样呢？现在也有台湾到仙台机飞的飞机了，请大家一定要来玩哦。